紹 Panasonic 嘅原始設備俾大家。這個活動式電阻扶手可以輔助使用者靈活如此，它不需要依賴牆身安裝，不用轉牆，所以不會造成牆身漏水或者牆身破壞等等的問題。護理人員只需要簡單固定活動式電阻扶手兩側的部件，就可以緊緊夾住個座齒，使用者可以放心去利用這個扶手借力，大大地提升了使用者如此的自理能力以及安全程度。扶手位置都可以調節高度以及前後位置，配合不同體型的使用者使用。這個活動式電阻有二重拆卸式收納桶，很方便清潔。它的可調節扶手方便使用者移動，例如你可以調低一邊扶手並貼在床邊，那使用者就可以很容易地由床上移動到電阻上面了。而凳腳部分亦都可以調節高度以及前後傾斜角度，配合不同使用者如此，提升舒適程度。那有什麼情況下是特別適合用這個活動式電阻的呢？就例如使用者沒有護理人員陪伴的時候，又或者夜間去廁所的時候有跌倒的風險，放置一個活動式電阻在他們的附近，就可以令他們更加安全地去廁所了。希望大家喜歡這兩個原始設備啦，拜拜。